自信一点好吗？那你下回永远都不要焦虑。哎，我特别期待下回看到你们俩。这个时候爱人内心已经受不了了。视频会不会就是说你怎么瘦了呀，你有没有吃好一点啊，还有没有钱用啊，或者买点什么给你吃啊。我奶奶就比较喜欢吃榴莲，妹妹就经常跟我说，然后叫我去买榴莲给我奶奶吃，叫我去买点好吃的给爷爷吃，补一下身体。